闪卡卡七月一号洗台五天，台中飙赏免费看。消息，贺消息！搞怪女王女神卡卡终于要来了，她将在七月一号首度登台，七月三号在台中圆满剧场举办可容纳四千人的歌友会，歌迷可免费入场。25岁的卡卡前年推出首张专辑《超人气》，迅速爆红。新专辑《天生完美》发行三周，实体加数位在全球卖出600万张，全部专辑总销售量更高达1500万张。昨天主办单位请来名模 Akemi 巧扮女神卡卡暖身，台中市政府也宣布将三号定为女神卡卡日，市长胡志强还会颁发台中市药给她。卡卡此行来台五天，随行保镖与工作人员预计50人，粗估花费1000万元台币。但他的行程很随性，目前班机、饭店都在规划中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